精神小妹误入歧途的那些事。老二，听说最近又谈了个女朋友啊？对呀，身材挺好的。想不想挣钱？想啊。行，宝，你叫我来这干嘛？肯定是挣钱呢、啊、你等会上房间去，直接把外套脱了，他要动手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打电话。宝宝听话，没事的。我不去，要去你们自己去。不去我们就分手。我去。我越强壮，我来了，小宝贝。这小妹妹真好玩，别哭了，下次来找你。快看，快看，好像得了。宝宝，宝宝，下次我不去了。不去也得去，刚才楼上发生的事我已经全部拍下来了。我求你快把视频删了。要我把视频删了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帮我挣到这个数。那你说话要算话。